我是小晴画画，我们今天还是画梅枝干啊，梅干。梅干呢也有几种画法，我们都讲过了哈。那么今天我们就用墨骨法啊，墨骨法还有双钩法是吧？我们先用墨骨法啊画啊。我们上几节课讲的都是墨骨法，但是我们讲的是怎么去组织。那我们这节课呢就讲怎么是墨骨法，就是我们用这个白银笔啊蘸墨，笔头蘸墨，蘸重墨啊，然后呢我们生宣纸。我们先把这个主干给画出来。你看哈，速度，一个是速度，一个是笔上的墨的这个浓淡变化。大家知道哈，你看。这个手哈、啊、要这个笔哈、啊，它有分叉的，你就要根据它这个分叉的情况去走。这是一个啊，我们再来。你看干笔啊，有时候你要是画的就稍微就是比较这个。熟悉的时候，你看基本上就出来了。它这个主的枝干，这是花儿可以换，对吧？所以说，你看这个要注意它的疏密啊，要注意疏密。就画枝干的时候要注意疏密，注意它这个平衡。你点舵，也就点它这个点都，这是用墨骨方法啊画出来的枝干。其实有时候我们要仔细观察的时候，它那个树哈、啊、上面就是疙疙瘩瘩了哈，就是会有一些这个像那芽儿啊，枝芽，啊，好，这是墨骨的方法啊，画的这个梅花的。